是巴拉，他一心一意奉命要去见你，你却不领情，你是来来看他做梦？你给我走，走啊！我回去干嘛？我要怎么跟人解释我是谁啊？不认爸，我也不会认你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出现影响了很多人。希望他能继承我的事业，成为武馆的掌门人。可是我哪来的亲生儿子？这是上天给我一个嘲弄。听说你爸是个大英雄，那你也是大英雄了？我才不想做什么大英雄，我只想做个开心的人。怎么样才是开心啊？现在跟你在一起就很开心。哎，陈静啊！让我，别打我！我总觉得我和婉妮的未来不一定是风平浪静。有你保护她，没事的。如果再出事，你会在乎我吗？我们之间没有兄妹情。你再也不是我妹妹，你已经不是吴建峰，已经不是我哥了，已经变成一个杀人魔了。家宝姐怀孕，她肚子里的是我们欧家的血脉，我们欧家未来的希望。你只不过是妈在庙外捡回来的一个弃婴，你是一个野种，我也不会让你的日子好过。辕门的门规是什么？辕门归一，不可欺师灭祖；辕门归二，不可同门相残。从今天起，不再是辕门的弟子。话不能说得太满，事不能做得太绝。欧剑锋从今天开始跟辕门武馆不会有任何的来往，跟你袁振飞也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和袁振飞明刀真枪对着干。我段天和，我欧剑锋，今天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，以袁振飞为头号敌人。只要我们同心，一定能够把辕门武馆压得抬不起头来，让前锋馆变成本地第一大武馆。我只是想我们三个人一起对付袁振飞，把翡翠龙弄到手。我们道不同，互相为盟。段天和，婉妮是不是你抓走的？是，要救你老婆啊，去向袁振飞拿翡翠龙来换人，要不然你老婆会生不如死。这就是我们袁家的传家之宝。我怀疑最近发生的事，家里进贼，陈曦被偷袭，都跟翡翠龙有关。我有直觉，有人知道翡翠龙这事，跟外面的人里应外合。那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财富只不过是过眼云烟，我们何必那么在意？为了一件食物，为非作歹，坏事干尽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走这条路，就算是跪着，我也会把它走完的。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。周一至五晚上7点，8频道。